请问现在过了大概已经快一个小时，请问有任何人对我有任何的问题吗？还是没有吗？我还是要自问自答。有。不要你了，好吧？你要问什么？威哥要弹吉他。我不要。我不要。他们没有说啊。对啊。我有想看听威哥弹吉他吗？很棒哦。这首歌呢，其实大家对苏格兰应该很陌生吧？有人去过苏格兰吗？没有吗 ？OK， 苏格兰是很美丽的地方，但是苏格兰天气是有名的糟，食物也是有名的难吃。可是再怎么说，我也长这么大了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苏格兰菜也还好啦。那这首歌呢，其实对我来说很有意义，因为是苏格兰很有名的一首歌。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感情的歌，然后是意思就是说，我的爱情像个非常红、非常火红的。一只玫瑰，我这样翻译起来是很烂，好像蛮烂的哈，不好意思，我翻译不是很好，但是那我就唱歌吧。对，你知道和弦吗？我大概看一下。OK， 你要先还是我先？先这样。OK。My love is like a red, red rose. Let's do.瞄了一下下，然后自己在那边猜，可是弹到一半有点心虚，想说，我的和弦要弹错了，所以如果发现我脸红的话，我有点脸红，很热，对，这样可以吗？一段就好了，因为我没有准备这首，我不想要弹一整首，会有点漏气，好吧，那所以大家知道我会自弹自唱就好了，以后还是会常看到我抱着一把吉他，我之后会练习这首的，那。现在已经到尾声了，所以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演出，那也希望可以很快再来台中跟大家见面。那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，你们可以购买我的 EP， 那在那个地方，因为也是我创作，所以都是有我的智慧财产权，所以你们也知道，因为歌手很难赚钱，所以如果能够支持我的话，我会很感谢的。那还有，他一直在拍手，很讨厌，没有啦，拍手好。那还有就是。大家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加我的 FB 的粉丝团，有吗？那如果说还没有加的人，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，那你们可以到 Facebook 搜寻维格，那格是莫格格，不是那个维格 ，OK。我要解释很多次，因为是我的本名，可是这真的是我的本名，可是人家就是要拿去做模特或是做什么东东，对不对？那我也没办法，不同字哦，所以是维格，然后格子的格。然后所以是可以搜寻维格维克，然后可以帮我按赞，然后呢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我的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在，我在明年就会发我的全专辑，那我现在也在很积极的写歌，所以大家可以在上面听到我的新的讯息，然后我也会有新的一些歌在上面发表，然后也会有我会每天都拍一些照啊什么放在上面，像我之前去挪威我也拍了一堆照，所以呢大家都可以上去看，那如果要签名的话可以在这边找我拍照也可以。那不要怕我太近哈，因为我最近脸有点过敏。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今天来，谢谢。